不及了。你这人怎么至死不救啊？他碰了我，怎么没过敏？你，老板，三七你终于来了，0927出 bug 了。陆总，这款类人型机器人0927一定能帮你克服肢体接触障碍症。把他送到我家。陆总，你慢走。让我模仿机器人，不行不行，我给你100万。成成。这个大冤种，不认识我吧？主人，我是您的助理0927。知道了，进来。0927，汇报一下明天天气情况。主人，我是陪伴型机器人，不是智能音箱。那你过来给我捏捏肩，这个功能就有吧。好的，主人。那告诉你，尽量避免跟陆总肢体接触，他对人类过敏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你在说什么？主人，我正在将手调到合适的温度。这也太逼真了。怎么没过敏啊？臭流氓！你还会骂人？已开启机器人自我防御模式，如需关闭，请按顶部按钮。主人，我去给你做饭。哎，小心！这是你的心跳。读取隐藏程序。消除人类参照者，程序启动。